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鬼，今天继续挑战新的童话系列的副本。那这次的是无脑的稻草人啊，《绿野仙踪》里面的那个稻草人呢，在这边要出现了。好，那他的是思考的步伐。那我这边打算用火芭比伦队拿来解他的超级的两个成就。他成就有点奇怪，是队伍中要有三个以上的妖精，所以这边塞了两棵大树跟一个那个火妖精哦。好，那这边队伍中只能有火属性的成员，所以先组了这一队。那他的隐藏成就是只有水属性的成员，所以要分两次解了。那这次关卡也不会太难，那应该还蛮好打的。那我们用火芭比伦队，火芭比伦应该没什么好难打的地方了啊，芭比伦太超过了。那这次敌人通常都是以木属性为主，然后有一些光属性的小怪。那这边一样也是会掉木属性的芭比伦的炼技的小怪。就没有木的巴比伦啊，没有用。好，那第三关是轨迹隐藏，这个有时候还蛮讨厌，有时候会搞混。你要先想好再转，比较不会被他的问号珠给搞混啊。好，不过他的攻击力不高，他攻击只有7000多，然后 CD 是2，被搞混了。好。要先一次看好，然后一次转。我好像搞混了。哦，这边不能想太难转的路径，不然有时候真的转不出来啊。啊，还好我们的巴比伦伤害很高，然后血量只有70万左右，打起来蛮顺利的、啊。好，再来一样小怪的关卡，轻松解决。那这边的蜥蜴打10000，然后地精连级也是10000左右，那小魔女才2000多，然后也是连级。那这个铁皮骑士呢，攻击是9000，而且是无视减伤啊，也还好，那 CD 都蛮长的啦，所以还蛮轻松的。好，那这边技能有存了一下下，因为第六关可能需要开一下技能哦。好，这边把它轻松的解决掉。好，看来这里可以拿来存一下技能，比较保险一点。因为下一关的敌人防御率有35万，而且它的攻击会让我每次死掉，所以我们这边要先存一下技能。好，我们存好了，差不多巴比伦有存好。那我们就来到第六关了。第六关左边的攻击力有18000，而且是无视减伤，然后它的防御率有35万哦。所以这边我要开三太子，奥德巴比伦被锁住了。右边的那只角色会锁随机锁三个，两个成员哦，随机锁两个成员，然后之后每三回合会再锁两个。好，这边补个龙克好了，不晓得伤害够不够诶。虽然他防御力是35万，但是我们火属性有加成，所以只要大概30万，20几万，25万多就可以破防了。好，那这边龙克补一下。好，这边龙克没有消得很好诶。不过伤害够，伤害都60几万。60几万起跳，好，顺利解决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蛮轻松的了。接下来小怪关卡这边再把三太子等一下再把它存回来就好了。好，第八关，好，这边有那个5C 大于5C 的狼人，最好拿来存技能了。好，刚好剩一只。好，那这边稍微把三太子的技能把它存回来。那这边的话，大家可以准备一些强化珠。下一关是强化盾。好。那第九关它是光属性的，是那个玩具系列。
那他的攻击也是18000，有点痛。那要在三回合内把它解决掉。好，那他血量是130000，还算蛮多的。那这边就尽量多转直排吧。好，那要记得要转到强化珠哦，它是强化盾。好，最后一下。好 ，OK， 顺利解决了。好，三回合时间还蛮好打的。那最后一关的是无脑稻草人、稻草愚者。陶乐师哦，他在哼歌哎，那不晓得在哼谁的歌。好，那这边就技能看下去吧。那我们的妖精跟大树还是有组合技可以用，不过这边没有用啊，这边没有用，这边开三太子就好，然后巴比伦也开一下。那他是会风化三颗，然后撞到会扣3000，哇，一次风化三颗有点讨厌。有点 KK 的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伤害应该够啊，伤害够啊，平均40几万，然后他血量只有240万，所以我们差不多刚好解决掉了。他攻击是12000，然后 CD 是2，还好还好，就是风化珠比较麻烦一点了。好，那稻草人想帮第一个对他搭话的人完成他的那首歌，但是他没有脑袋，想不到歌词啊。可是第一个搭话不就是陶乐斯吗？嗯，刚陶乐斯不是有出现？好，那这边的无脑稻草人就顺利过关啦。那顺利解了2个成就啊，另外一棵大树技能又升了。好，那这边解了火属性成员跟三个以上的妖精。然后有顺利拿到卡片，我这边连中级、高级都拿到一张卡片呢。中级、高级各打一次，然后超级再打一次，总共3张了，有还蛮会掉的。好，那这只稻草人，它的技能是蛮特殊的，它的技能是木属性无效，一回合中木属性伤害无效，专门对抗木属性的敌人呢。可能在某些特定的关卡可能会用到吧，可能会有一些效果。但是如果要用这个话，用那个像是迷惑啦，那或是冰冻之类的控场应该也可以吧。不过如果有那种不怕控场的话，这个应该是加在自己的状态上哦，木属性无效啊。如果对方是无视控场之类的，这招可能会有用哦，不过仅限一些特殊关卡啊。好像他那个技能的那个范围蛮狭隘的啊。稻草人啊，大家也可以去打打看，还蛮容易的。好啦，那这次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